不要这样说话，孩子。那这句话说明你是一个年纪比我大的人，对吗？你怼不过我们的。哦，来怼怼看，开嘴。胜负欲起来了，开始吵架。吵一架，吵一架，换首歌吧。为什么？我就听这首歌。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我就不换，不换，不换，不换。我比你大11岁，叫我姐吗？姐姐这个叫法有很多种，就是叫法，对吗？嗯嗯，叫大姐。对，可以叫大姐姐。嗯，大11岁确实要叫大姐姐。叫小姐姐也可以，一般如果是处于礼貌的话，就是会叫小姐姐。大一个月，大一个月叫同学。